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Nice to see you again。上星期我们一起学习了动词的现在式。Scott 老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主题是 verbs past tense，动词的过去式。在学习新的单元之前，让我们一起复习上星期动词的现在式的内容。Review，温故知新。第一。 动词现在式可细分为简单现在式 （simple present tense）、现在进行式 （present progressive tense）、现在完成式 （present perfect tense） 和现在完成进行式 （present perfect progressive tense）。第二，简单现在式用来叙述现在发生的动作或状态、习惯、事实或真理以及谚语或格言。 第三，现在进行式结构为 V 加 v ing 现在分词，用来描述某个动作现在正在发生。第四，来去动词如 go 去，come 来，leave 离,离开，start 开始，arrive 到达，return 回来，可用现在进行式来代替未来式。第五。 现在完成式结构为 have 或 has 加 P e 过去分词，用来描述现在与过去的连接。动作发生的时间通常是在过去，并一直持续到现在。第六，现在完成进行式的结构为 have 或 has 加 be 加 V I N G 现在分词，是用来描述。 某个动作发生在过去，一直持续到现在，便强调说话此刻动作正继续进行中。以上是动词的现在式的重点复习。scar 老师要再次温馨的提醒同学们，文法的学习不只是理解文法的要点和规则，更重要的是。 理解了这些规则后，要反复练习，大量阅读，从阅读的文章中去印证学到的文法要点，甚至于运用学到的文法要点去写作文。希望这些题型有助于培养同学们正确的学习方法。总之，文法的学习不只是理解规则，而是要进一步运用这些规则。 接着又到了每周一谚单元，有请 Andy 老师。好的，好，今天的每周一谚，“Never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人不可貌相。Judge 是动词，意思是评判；cover 在此当名词，表封面。这句谚语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不要用书的封面去评判一本书，因为若只凭着封面选书，而不去尝试看看里面的内容。 可能会忽略掉许多好故事，这同样适用在人身上。我们常会用外表去评断一个人，然而，若是我们真的用心去认识、了解一个人，可能就会惊喜的发现，这个人与我们想象的截然不同。这个谚语还可以写作 “You ca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或者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接着就继续帮大家介绍 Unit Focus。 单元焦点. number one, to understand the definition and usages of the simple past tense. number two, to understand the definition and usages of the past progressive tense. number three, to understand the definition and usages of the past perfect tense. 了解过去完成式的定义和用法 Number four: to understand the definition and usages of past-perfect, progressive tense: 了解过去完成进行式的定义和用法了解完单元焦点后,紧接着我们来学习动词过去式的定义 Definition:定义 The past tense is a verb tense used for a past action. or a past state of being. There are four forms of the past tense: simple past tense, past progressive tense, past perfect tense, and past perfect progressive tense. 过去式是一种动词时式，用来描述一个过去发生的动作或过去存在的状态。过去式呢有四种形式：简单过去式、过去进行式、过去完成式。 和过去完成进行式。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了解到，动词过去式用来描述过去发生的动作或存在的状态。过去式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四种形式，哪四种呢？第一，简单过去式 （simple past tense）。第二，过去进行式 （past progressive tense）。第三，过去完成式。 p a s s perfect tense，第四，过去完成进行式 p a s s perfect progressive tense。同学们，首先我来介绍简单过去式的几个功用。首先，第一个功用是用来描述过去发生的动作或状态，目前已经结束。这边要请大家注意，通常搭配表示过去的时间副词使用。我们来看例句喽。例句一。 I ate an apple yesterday morning。昨天早上我吃了一个苹果。这个句子中，动词 ate 是 eat 的过去式，在句子中表示主词我过去发生的动作，并且搭配过去的时间副词 yesterday morning。我们接着再看一个例句：My daughter was in Spain last year。我女儿去年在西班牙。 动词 was 是 be 动词的过去式，在句子中表示女儿过去存在的状态，并且我们搭配过去的时间副词 last year。接着看简单过去式的功用二：描述过去的习惯。同学们要注意哦，通常会搭配频率副词，如 always、often、usually、sometimes 等等使用。 我们来看几个例句。例句一：Jimmy always had a chilling effect. Jimmy 以前总是很扫兴。这个句子在描述 Jimmy 过去的习惯，并搭配频率副词 always 使用。再看另外一个例句：I often b r o k e my lunch to school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高中时，我经常带午餐去学校。 这个句子在描述主词过去的习惯，并且搭配频率副词 often 使用。例句三：I usually went shopping at the supermarket when we were in Seattle。过去住在西雅图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在超市购物。这个句子在描述主词过去的习惯，并搭配频率副词 usually 使用。 再看下一个例句，I sometimes walked o n e after work。已经下了班，我偶尔会步行回家。这个句子在描述主词过去的习惯，并搭配频率副词 sometimes 使用。好，让我们继续看简单过去式的功用三，用来描述过去的经验。这边要请大家注意，我们通常会搭配 ever 曾经。 以及 never 从未等副词使用。我们来看例句吧。例句一：It was the best cake I ever ate。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蛋糕了。句子描述主词过去有过的经验，并且搭配副词 ever 使用。接着，例句二：I never heard of anything so peculiar。我过去从未听说过如此奇特的事情。 句子描述主词过去没有过的经验，并且搭配副词 never 使用。接着看表示过去的时间副词的两种形式，哪两种呢？第一，表示明确的时间，如 yesterday 昨天，last week 上星期等。我们来看一个例句：We went to the movies yesterday。我们昨天去看了电影。 例句二,Susan 2 Susan visited her parents last week. Susan上週去探望了她的父母。第二種不明確的時間。例如long time ago,很久以前, once upon a time,從前的。我們來看例句哦。We met Jane in Seattle long time ago. 很久以前,我们在西亚都, 遇见过真。例句二：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little girl who wanted to live on the moon. 从前有一个想要住在月亮上的小女孩。接着，我们一起来学习简单过去式的否定句结构。否定句结构第一种是 be 动词，它的结构是主词加 was 或 were 加 not。看例句哦。 I was not very happy at that moment. 那一刻我不是很开心。例句二。You were not here this morning. 你今天早上不在这里。第二。一般动词的句型是主词加did I did not know my own strength. 我过去。 不知道自己的力量。例句二：You did not give me a chance。你当时没有给我机会。学完否定句结构之后，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简单过去式的疑问句结构。第一，be 动词的情况是 was 或 were 加主词。例句：Was he a smoker？ 他以前是个烟枪吗？例句二：Were you born in Taiwan？您在台湾出生的吗？第二种情况是一般动词，它的句型是 did 加主词加原形动词。我们看例句：Did John go to the rock concert yesterday？约翰昨天去参加摇滚音乐会了吗？例句二。 Did they buy a house last year？他们去年买了一栋房子吗？以上就是简单过去式的所有文法要点。接着我们来看过去进行时的一些要点。我们先从过去进行时的肯定句结构开始，它的结构是主词加 was 或 were，再加上 v i n g，也就是现在分词。我们来看例句一：Last night.

再加 v i n g，也就是现在分词，它其实就是肯定句再加上一个 not 而已。我们来看例句一：I was not working then。那时我并没有在工作。接着例句二：You were not cooking dinner then。那时你并没有在做晚饭。接着我们来看过去进行式的疑问句结构。 疑问句结构就是把 was 或者 were 移到句首，变成 was 或 were 加主词加 ving。我们来看例子吧。例句一：Was she writing a letter this morning？她今天早上正在写信吗？接着，例句二：Were you cooking a meal then？当时你正在做晚饭吗？了解过去进行时的基本结构外。 接着帮大家介绍过去进行时的一些用法。我们先来了解过去进行时的功用。过去进行时的功用一：描述一个动作在过去某一个时间点发生时，另外一个动作正在进行中。发生的动作要用过去式，那么正在进行中的动作怎么办呢？就用过去进行时。通常连接时会跟。 when和while搭配使用。我們來看例句吧。I was watching TV when Susan called last night. 昨晚蘇珊打來電話時,我正在看電視。這個例句在描述昨天晚上,打電話這個動作發生的時候,另一個動作看電視正在進行中。接著我們看過去進行式的功用2。 用来描述过去同一个时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作都正在进行中。它有两个要点。要点一呢，就是所有的动作都要用过去进行式。那第二点就是连接词，我们通常会用 while。举例来说，My wife was making dinner while I was singing。我在唱歌的时候，我的妻子正在做晚饭。 这个例句在描述过去同一个时间做晚饭和唱歌两个动作都正在进行中。这边要请大家注意哦，从过去进行式的两个功用来看，过去进行式通常不会单独使用，而是会搭配另外一个简单过去式或者过去进行式使用。以上就是过去进行式的所有要点。 请同学们，我们一起看过去完成式的文法要点。我就先介绍结构。过去完成式的结构，肯定句的时候呢，它的结构是主词加 had 加 pp 过去分词。否定句的结构是主词加 had 加上 not 再加 pp 过去分词。疑问句呢，把 had。 放到主词前面，再加 P P，过去分词。接着，我们就一起学习过去完成式的功用。过去完成式是用来描述到过去某个时间点已经完成的动作或经验。要点一，通常会和副词、子句，例如 before、after、when 等等，加子句搭配使用。要点二。 当描述两个动作都发生在过去，先发生的动作用过去完成时，后发生的动作用简单过去时。这个地方，请同学们看一下那个时间轴，长长的这个箭头就是时间轴。时间轴上有三个点，我们先看最右边的一个点，那个是代表现在，所以用现在时。 时间往回追溯，回到过去，回到中间这个点，这个时候要用什么？用过去式。从过去这个点再追溯回到更过去的时间，这个时候就用 P.P. 所谓 P.P. 就是 Past Perfect Tense，就是过去完成时。因此，过去完成时的概念就是过去的过去。 已经完成的一个动作，同学们了解了吗？那看完过去完成式的功用和要点后，我们一起来看两个例句。例句一：Students had left the classroom before Scott got there yesterday。昨天在 Scott 到达那里之前，学生们就已经离开教室了。这个例句中。 有两个动作都发生在昨天，yesterday。学生们在 s c y 老师到达之前已经先行离开了，因此离开是先发生的动作，我们就用过去完成式 had left。s c y 老师比较晚到达，是后发生的动作，所以用简单过去式 got。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例句。 例句二：The train had already left when I arrived at the station this morning。今天早上我到达车站时，火车已经离开了。这个例句中有两个动作都发生在过去，就是 this morning。火车先离开，所以我们用过去完成式 had left。我后来才到达。 所以用简单过去式 arrived。看完例句，同学们要了解，也要记住，过去完成式经常搭配过去式一起使用。我们再复习一次过去完成式的使用时机和原则：第一，两个动作会先后发生在过去；第二，先发生的动作用过去完成式，后发生的动作用过去式。 这个观念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那最后一个部分是过去完成进行式。好，首先我们先来看过去完成进行式的结构。它的结构是主词加 had 加 been 加 ving，也就是现在分词。它是用来描述两个动作都发生在过去，先发生的动作一直持续到后发生的动作之际。 并且强调动作正继续进行中。看完过去完成进行式的结构和功用后，我们一起来看两个例句。首先，例句一：She had been waiting for you long when you arrived yesterday。昨天当你到达时，她已经等候你多时了。例句中有两个动作都发生在过去，也就是 yesterday。等候这个动作先发生。 并且一直持续到另外一个人到达，所以我们会用过去完成进行式 had been waiting 来强调当时他还正在等候。至于到达这个后发生的动作呢，我们则用简单过去式 arrived。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句：I had been living in London for two years when I met Alice last year。去年遇见爱丽丝时。 我已经在伦敦住了两年。这个例句中有两个动作都发生在过去，也就是 last year。在伦敦生活这个动作先发生，并且一直持续到遇见爱丽丝，所以我们会使用过去完成进行式 had been living，强调当时我还正在伦敦生活。另外一个动作遇见爱丽丝发生在后。 所以我们会用简单过去式 arrived。同学们一定要了解，过去完成进行式就是过去完成式与进行式的组合。Andy 老师最后再帮同学们复习一次，过去完成进行式就是用来强调两个动作都发生在过去，先发生的动作一直持续到后发生的动作之际，并且强调。 动作当时还正在持续进行中。以上就是所有过去式的文法要点及用法，希望同学们都有听懂。那最后我再来帮大家做一个单元小结。Conclusion 单元小结 Number one 动词过去式可细分成简单过去式 （Simple past tense） 过去进行式。 past progressive tense 過去完成式 past perfect tense 和過去完成進行式 past perfect progressive tense Number 2簡單過去式用來描述過去發生的動作或狀態,習慣或經驗. Number 3過去進行式用來描述一個動作在過去某時間點發生時 另外一个动作正在进行中，或者在过去同一时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作都正在进行中。Number four，过去完成式用来描述到过去某个时间点已经完成的动作或经验。先发生在过去的动作，我们会用过去完成式；而后发生的那个动作呢，我们则用。 简单过去式，Number Five，过去完成进行式用来描述两个动作都发生在过去，先发生的动作一直持续到后发生的动作之际，并且强调动作正持续进行中。同学们，还有一些时间，我们一起做几题课后练习题吧。Exercise，Changing statements into questions。 请将下列叙述句改为疑问句。Number one, she went to the movies yesterday afternoon。这句话呢，改疑问句的时候呢，你要加一个助动词 did 在主词前面，所以就变成 did she。那 did 是助动词，所以 she 后面的过去式动词要还原成原形动词，于是就变成 did she go to the movies。 Yesterday afternoon. to the He was a famous speaker. This is the tea. This he a famous speaker 第三题, They went swimming every summer. 这句话呢, 是一般动词的过去式，所以呢，在变成疑问句的时候呢，要怎么做呢？同学们想一下，我们必须要加一个过去式的助动词 did 在主词 they 前面，那 when 要还原成原形动词 go，于是呢，这个疑问句就变成 Did they go swimming every summer？接着第四题。 She watched soap opera every night。这句话呢，watched 是一般动词的过去式，所以呢，我们在变成疑问句的时候呢，必须在句首加一个助动词 did，然后呢，把 watched 过去式在跟在主词后面的时候还原成原形动词 watch，所以这个句子就变成 Did she watch soap opera？ Every night? The He was taking a nap after lunch. The Chuana, was, he was he taking a nap after lunch? The They were studying English last year. The studying也是。were studying 过去进行式，那变成疑问句的时候很简单，就是把 were 搬到 they 前面，其他部分不变，所以这个句子就变成 Were they studying English last year？第七题，She was singing in the shower。这句话也是过去进行式 was singing，所以还是跟上面一题一样哦，所以直接把 was。 搬到 she 前面，其他不变，所以这个句子疑问句就变成 Was she singing in the shower？第八题，Samuel had worked on the project for one year。这句话是过去完成式，had 加 work 加 P P，因为 had 是助动词，所以变成疑问句的时候很简单，直接把 had 拿到主词 Samuel 前面。 其他不变，所以变. Had Samuel worked on the project for one year? 第九题. They had always loved shopping. 这句也是过去完成式。同样的道理，把 had 于是这个句子就变成 Had they always loved shopping? 最后第十题. He had just left the room.

下次见。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bye, bye.